这件下纱背心它的起针方法用的是弹性圆边起针法，那衣服上的花样呢是一朵花是30针六行，然后一开始我们起针的话起40针，好，那一般来讲大概一根棒针可以起20针，所以2、4这样就够了。然后我们同样把手指头打开，棒针压下去，食指往前转，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再来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再来是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，好，然后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食指往后，拇指往前，食指还原归位转，然后再来是拇指往前，食指往后，拇指还原归位转，我们就用这种转的方法，然后把起总共起40针，24、26、37、38、3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，好，然后一开始我们要那个织第一行第二行都是碰到下针要织，上针不织，那我们第一针是下针，所以我们要织下针织，然后接着线绕到前面来，第二针上针我们挑过来不织，然后线绕到后面下针，然后织第三针第四针，然后上针不织，然后接着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然后再上针不织，下针织，好，上针又不织。我们正面这一行跟背面的那一行都是两行，这两行第一行第二行都是下针织，上针不织，我们先把这两行织完，然后再变针成两下两上，我们先织完这两行，我们这边是第一行，然后下针织上针不织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这最后几针织完，好，下针织最后一针，上针不织，然后我们那个换到背面，背面我们一开始可以看到它也是下针，所以要织它，然后先绕到正面来，第二针上针不织，好，下针织上针不织，我们就这种下针织上针不织，把这一行也织完，然后到正面再换针，我们这边是第二行下针织上针不织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掉，然后到正面来改针，好，我们到正面的时候要变成两下两上，我们一开始是下针，我们同样照样织下针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二针是上针，但是我们第二针要变成下针，所以我们第二针跟第三针的位置要对调，好，我们对调的时候就像下针织下针方法挑过来，针放回棒针上，好，这边就是下针，先绕到前面来上针，好，接着先绕到后面，这一针是下针，下针织完之后这两针又要对调位置了，好，换完位置就是下针上针上针，然后再到后面去下针，然后这两针又要换位置，好，下针，然后到正面来上针，然后再到后面下针，然后接着这两针又要换位置，就是下针，好，
上针，上针，然后再下针，这两针又要换位置，下针，好，然后过来上针，上针，再来下针，这两针也一样要换位置，下针，然后过来是上针，上针，然后再下针，好，接着这两针也是一样要换位置，这是下针，然后先绕到前面，上针，上针，好，接着下针，这两针又要换位置，好，下针过来，上针，上针，然后接着下针，然后又要换位置。我们全部要把它换成两下两上的，上针，上针，先绕到后面，下针，然后接着这两针又要换位置，然后下针，好，两针，上针，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螺纹总共要有十二行，然后我们已经织掉三行了，就是起针两行，加上刚刚换针的一行三行，那我们还要再织九行两下两上的，我们把这九行两下两上的织完，然后再来织衣服上的花样。我们先织完这个螺纹，总共十二行。我们现在是螺纹的第十二行的最后几针了，我们把它织掉之后，好，到正面，正面我们要换大两号的针，然后我们开始要织两行下针，让那个接下来做麻花它才有那个松紧度，才不会那么紧，所以我们从这一行正面这一行织下针，到背面织上针，让正面看到下针，我们要织两行，也就是正面看到下针要看到两行，我们先把这两行织完，然后再做下面的麻花。这边是第二行背面上针，我们织的是最后几针了，好，然后到正面来，我们就要开始做这个麻花，我们就要注意一下这个麻花，它前面四朵麻花是向左边的，只有最后这一朵是向右边的，好，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来做，因为而且它这个麻花因为是在衣服上的，从那个衣角开始往左边倾斜，右边的衣角往左边倾斜，所以这边边上我们一定要留一针作为缝合用的，好，第一针织掉，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做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用左边的棒针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然后右边的棒针从后面把后面的三针拿到前面来先织，好，这样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就是一朵麻花。我们也可以用编织器，编织器的话同样把前面三针拿下来放在前面，然后先织后面的三针，一二三，然后再织编织器上的三针，一二三，好，它这样也同样是麻花，好，我们再做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接着我们把这三针前面的三针拿下来，把后面的三针拿到前面来先织，好，我们织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然后第四个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把前面的三针拿下来，后面的三针拿到前面来先织，这边都是向左的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二三四四个麻花，然后现在做的是第五个，第五个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，我们棒针要从后面拿，把前面的拿三针从后面拿下来，然后后面的这三针放到前面来先织，要放在上面，它要做右边的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后面这边我们都织下针，好，这一行织完，然后我们好这一行织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麻花都是左边左边向左向左，这个向右，只有 这一个是向右边的，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照这图，这边要织正面看到五行下针，我们要把五行下针织完了之后，然后再来做下一层的麻花，然后下一层麻花要移动位置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五行下针正面看到下针织完，这边是下针正面下针第五行的最后几针了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织掉，好，织完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麻花它从这边已经移到这边来了，所以我们要往后挪三针，等于是往 左边移三针，好，那就开始一二三，因为这一针是边上的一针，所以一二这个是三，前面要织四针，好，然后接着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我们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后面三针从后面后方拿到前面来先织，就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再来第二个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从前面棒针从前面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后面三针从后方拿到前面来先织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再来第三朵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从前面拿下三针，后面这三针拿到前面来，然后再来一二三四五六，这是第三个麻花，我们还要再织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同样这个第四朵也是从前面拿下三针，然后这三针从后面拿到前面来先织，一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四个都是左边的麻花，好，这边换成右边的了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棒针从后面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后面的三针从前方前面正面拿到前面来先织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这边后面就织下针，好，接着从背面开始，我们同样这一段又是五行正面看到的下针，我们把这五行织完，然后再做下一个那个位置移动向左移动的麻花，我们先织五行，这边是第五行下针正面下针的最后几针，我们把它织掉，好，到正面这个麻花本来在这里，现在又要往左边再挪三针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
七，这一只是七针的，然后这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后面三针从后面拿到前面来，先织好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再来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再把前面三针拿下来，后面三针从后面拿到前面来。好，然后再来是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接着第三个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把前面三针从前面拿到后面织，这三针从后面拿到前面来先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好，然后再做第四个麻花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同样从前面拿下三针，这三针从后面拿到前面来先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接着是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这一次我们要从后面拿下三针，然后前面的后面这三针从前面拿到前面来先织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然后这边是同样下针。好，接着背面开始算起，再织五行下针。好，我们先把这后面的这边正面看到的五行下针织完。我们这边织的是正面下针的第五行的最后几针了。好，然后我们到正面来，我们来看织出来的花样。它织出来会是这种样子，然后接着就继续往旁边这样一直挪，往左边一直挪，就是这种样子织出来，织出来就会是这种样子。